北京时间2月20日，中国女排在北京集结开始备战。这一次的集结是奥运年的一次重要集训。本次集训期间，将会通过系统的训练考察队员，并筛选队员，最终通过严格的考核，再加上热身赛的检验，最终通过是联赛的考察，最后敲定中国女排的奥运会12人大名单。这对于蔡斌来说，在未来半年的时间内将会有着巨大的压力，需要尽快打造出一套能打硬仗、能打胜仗的球队。对于接下来的集训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。这一次入选大名单的球员比较多，有主力、有替补、有核心，也有很多年轻新人，需要通过这一次的集训来充分考察队员。蔡斌也需要全方位地考虑每一个位置上的用人需求，包括张常宁这样的奥运冠军回归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。张常宁能否进入到最终的奥运名单，也非常值得期待。本次集训，张常宁的状态很关键。而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袁心玥，在新周期以来一直都是非常尽职尽责，新周期肩负起更大的使命和责任，大家也都希望袁心玥能够在奥运年之际做好表率作用，帮助球队在未来半年进行一个全面的冲刺，争取帮助中国女排重返世界之巅。作为球队的队长，袁心玥在未来半年的压力也同样不小，接下来袁心玥会拿出怎样的态度，将会非常引人注目。而在公布了集训名单之后，我们看到袁心玥也是更新了社媒，并且六个字摊牌了接下来的态度。袁心玥写道，回北京仅仅皮，看似轻描淡写的六个字，但实际上看出了袁心玥的决心，能够看出袁心玥在接下来北京集训时期的态度，将会200%的投入到这一次的集训中，全面的释放自己的能量，保持好足够的专注态度，全力为了巴黎奥运会的备战而拼尽全力备战。袁心玥的这个态度，相信也会让张常宁等回归中国女排的队员受到鼓舞和感染，让这些球员也都懂了接下来在中国女排集训的态度，大家都会玩了命的去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状态。而朱婷等没有入选中国女排集训名单的球员，也一定会通过海外高水平联赛进一步保持状态，确保未来在一定时机下可以重返中国女排后打出最好的水准。所以说，袁心玥这一次的表态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态度，更是整个中国女排的态度，这个积极的态度也得到了蔡斌的支持力挺。